柯震东21岁庆生趴，先装法等 Elva 见爸妈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哎，今天是咱们阿栋柯震东的21岁生日，年代 ING 的他会不会带着 Elva 姐姐去庆生呢？咱们狗仔随时待命 ，Go！啊，烦了！哎呦，你看看阿东生日把咱们狗仔搞得好紧绷啊！原来他为了晚上的庆生会跑去 Cedo 了，看来晚上也很有搞头喽。他空档也没闲着，连摆 pose 都能透露他等待的心情。不信你看。嗨，震东，生日快乐！你今天进行什么生日愿望吗？没有。那有收到什么特别生日礼物吗？还没，这几天还没有。那个 L 八有送生日礼物，送了什么礼物给你吗？没有。那今天晚上有预计去哪里庆生吗？还没想到。还没有。所以会庆生吗？会，一定会的吧。啊，所以晚上生日 party 没有下雪吗？对，我看看。还是他是你的神秘嘉宾呢？看有没有空。谢谢。隔没多久，他果然接了爸妈和哥哥全家人一起外出吃生日大餐。最后一家人来的这间日本料理，民国热心为万事俱备，只欠 Elva 不倒。